今天早上我去上学，发现通向学校的各个路口又被堵上了。巡防劝我们回去，看来今天课又上不成了。我们都很气愤，都很齐心的喊我要上学。巡防和家长发生了冲突，把一个家长拖出去20多米，但很多人拿脚踹他，他疼得在地上打滚，老师也劝不住。 有好多同学都看，都被吓。那天下着雨，也许老天也在叹息吧。把他给拉上，快点！来，你进去吧。快点！你进去吧。我不用带我来。我靠，出不去呀。 我们转到一间大厂房上课，那些不讲道理的巡防连厂房也给关了。我们又露天上课，开间在平静的教室里上课，现在在吵闹的大路上上课。 天越来越冷，你们才是一四年级一半那么多，就听你们说话。先复习，再说。星期六、星期日两天的数学作业和语文作业，一个字儿没带动的啊，没完成作业啊。没有完成作业啊。 作文写了吗？名字写了吗？反过来，反过家，这样加，这样加，这样加，把名字漏外边。哎，我也是。今天我们成长在阳光下，明天我们去创造新的世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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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七色光，七色光，太阳的光彩，我们带着七彩梦走向未来。